我已经到了马布了，这个水是清的，这个是 Yvonne， 我是女神，先生那一姐，哇，基本上我们的船是被包围了，你看左边有一艘，然后这边右边也有一艘，两个都是在卖椰子，他们其实水上摆瑶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 其实也是很心酸啊，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们讨食物吃。你们的饭是我们收起来的。你看他的身后就是这些巴瑶族小孩在划着他们的小三班，所以下到来就看到很多这种 pyramid。 你不要看这个Eagle Ray游得好像很轻松这样，他们在逆着current游。这个是这里那么多艘沉船里面最大的一艘，这个沉船上面呢是有超多鱼的，甚至还有一只海龟在这艘船的旁边游着，所以我们就跟在他后面，绕着这艘船慢慢的游。哎 ，bro， 你的 gas tank 有点掉漆，那我帮你补一补先。哒哒，那个就是鳄鱼鱼了，但是附近有很多垃圾。 Good morning， 今天是 day three， 我们也是七早八早就醒来了，也是要回去 dive center， 然后我们会出海 for 三个 dive。我们现在要上船了，拜。 又再来到这边了，他们又在 register for permit。我们今天是会前往马布岛火山克 dive。我听这边的 DM 讲咧，马布咧 visibility 会比较差一点，可是那边会比较多东西看啦。我已经到了马布了，这个水是清的，然后这个咧是叫做 MWB 马布 Water Blue Resort 啦，这个是全 Sampona 最贵的 water chalet。一到这边咧，就有人来卖 coconut 了啦。这个是 Yvonne， 哇，弄头发，这个是会带我们到处浪的女神，先生那一姐，哇，Mabu Island Dive Site Name Mabu House So Underwater Like the Home。 Maximum deep 22米最深。So you lucky today? You see barracuda is cooling. 是杰克吗？不是，那个巴拉库达，那个尖嘴的，啊那个，我理解了。杰克，杰克也有杰克。八爪鱼。Ora in。海鳗。青蛙。啊，魔鬼鱼。Then you see a frog fish。青蛙鱼。A lot. So different. Okay, so we're going to start sail. Enjoy your dive today. Thank you. Clear. OK， 所以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潜了啦。没有想到就在 MWB 的隔壁下潜了。那个 Sam 在拍什么呢？我们就切过去他的 GoPro 画面看一下啦 ，Zoom 哦，自拍呀。 其实这个画面还挺有趣的，你看他的身后就是这些巴瑶族小孩在划着他们的小三帆，还蛮多艘小船的。你在做么 ？OK， 话不多说，我们下潜喽。其实早上的时候，Yvonne是有跟我讲过，马布的 visibility 相对来讲会比较差一点。我一下去就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了，因为它是沙地，所以稍微有一点海流就会把这些沙扬起来，然后就会影响到 visibility 了。哦，by the way， 今天除了峰哥之外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团友，他叫 Ken， 就是这位没有穿衣服都很 sexy 的，可以来累积香港的朋友。所以下到来呢，就看到。 很多这种 pyramid， 感觉就很像那种小屋子的屋顶这样，会不会是 MWB 的一些屋顶旧了，或者是坏了，然后他们就直接把它们丢下来嘞？所以很快我们就遇见了第一只 Pokemon 了，就是这个嘴巴尖尖的 Trumpet Fish。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些鱼，所以我想靠近一点拍。结果我一靠近，它们就躲进去这个 Coral 里面。But 有趣的是哦，那我放慢给你们看啊，这些鱼的形状还有大小是可以让它们刚刚好的吸进去这个 Coral 里面。好厉害哦！过后我就游着游着，然后就看到这一幕，就是Joe在用手一直保护着它的头。仔细一看，哦，原来。 还是有人在不停的踢它，猜一下这个黑白fin是谁的。说后来呢，我们游到了这个很大的架子，还有这些看起来很像小屋子的架子，还有更多我们刚刚看到的 pyramid。因为这时候是沙地，所以这些架子呢，自然就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珊瑚还有鱼，整个场面看起来就是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五光十色。 五六七八，比如说这两只很可爱的，嘿嘿嘿嘿，但是海流有一点大，它们一直不断的在原地shuffle嘞，呵呵呵，游不去前面，好可怜呢、啊。
我们还看到这些长得很像斑马的小鱼，然后又再看到这个长得很像透明的蛋的东西，然后还看到这一对 trumpet fish 情侣在拍拖，然后突然间一只黑色鱼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motherfucker， 我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然后就看到这一只超大超肥的 puffer fish， 然后又再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这一只 bum head 在很悠闲的游走，过后又看到一条 trumpet fish， 还有一只超大只超肥的 yellow box fish。 他们讲呢，在繁忙的城市里，不要忘了偶尔抬头看星星。所以我一抬头，哇，繁星满天， amazing。 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些架子，准备要上回去了。这个时候呢， Jules signal 我们讲海流很大，跟紧一点，然后就跟我们讲前面有一只 eagle ray， 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去前面要拍它，但是当时那个 current 太大了，然后我又看到 Sam 在追着他拍，所以我就放弃了，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 Sam。 那这个就是 Sam 拍的画面了，你不要看这个 eagle ray 游得好像很轻松这样， Sam 跟我讲当时他们在逆着 current 游，他是追得很喘的。OK， 就这样，我们要上去了。现在我们潜完鸟肉再穿上秋，还是一样，就是有这种卖椰子的人了，5块钱一粒，你看到处都是。基本上我们的船是被包围的，你看左边有一艘，然后这边右边也有一艘，两个都是在卖椰子的。这些卖椰子的他们其实是巴瑶族了，水上巴瑶族，就是所谓的那个水上的吉普赛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国籍的，是从菲律宾那边流浪过来的了。其实有一点心酸啊，因为上面这边呢就是全仙本那最贵最豪华的酒店，如果隔一点距离就是这些巴瑶族，就是比较贫穷，然后卖椰子来维持生活这样。You can dive within to the Mapo Forest too. Maximum deep 18 meters. Sometimes you see a frog fish, turtle, a lot of turtle. Make a step? No. Any question? Okay. Trust me. OK， so 这个是今天第二潜了。一下到去，我们就看到沙地中间有一只 stingray， 可能是有社交恐惧症吧。一看到我们人多，他就直接被吓跑了。首先呢，就是带我们来到这个小沉船里面寻找 Pokemon。那这个就是在帮我们很仔细的 scan 着看有没有发现小动物。这个小沉船的隔壁有一个大箱子，这个大箱子的四面墙都有这个被割出来的图案，好像这边有一个海龟的轮廓，然后这个是海马的，然后这个是 stingray 的。Interesting。话说第一艘沉船就 scan 不到动物，所以我们就游去另外一艘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沉船。船就在附近罢了。一到了这一艘船呢，我就看到 Pokemon 了，就是这一个 camouflage 到很好的 crocodile fish 鳄鱼鱼。真的，如果你不把你的眼睛睁大大来看的话，那是不会看到的。我看到文奇经过，可是他又好像没有发现这条 crocodile fish 这样，所以我就拉一拉他的 fin， 然后指着下面跟他讲：“你看我的下面有很大条的鳄鱼鱼耶。”这么好像听起来哪里不对一样。然后我们又 proceed to 下一艘沉船，在这里就马上就 spot 到一只蛮大只的 nudibranch 海兔，所以我们全部就凑过去拍照了。还有一只 trumpet fish， 不过他很害羞，说拍了一下就直接躲进这个船里面。切过来 Sam 的 GoPro 画面线，他拍的这个画面呢是刚刚那艘沉船的隔壁，有很多这些杂不浪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连桥都有，这边的鱼也很杂不浪，乱七八糟的什么鱼都有。然后我不知道这么 Sam 一直对着这条石板鱼拍，拍了很久，他是不是饿了哦？最后呢就带我们来到最后一艘沉船了，这个是这里那么多艘沉船里面最大的一艘。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么这个地方这样多沉船，所以这个沉船上面呢是有超多鱼的，有一些在游来游去，有一些在清理这一艘船，甚至还有一只海龟在这艘船的旁边游着，所以我们就跟在他后面绕着这艘船慢慢的游，他也游得很 chill， 你看 like a boss 这样，完全不怕人。最后呢他就决定降落在这艘船上休息了。后来发现这艘船顶上原来还有另外两只海龟在 chill 着，但是其中一只看到我们就马上游走，所以我就跑过去靠近那只还在 chill 着的海龟，问他：哎，你看到那么多人你不怕的咩？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看我的样子像是我 K 咩？哎呀，不要吵我了，我要睡觉了。说除了这个海龟，这个船顶上面还有很多鱼群，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帮派这样。那比如说这个黄金帮，一条一条长长的，有一点像金条这样。那还有这个白银帮，但是这个 member 好像少一点，最多 member 的是这个黄尾帮，他们看起来很像黄金帮，但是你们自己倒回去看那是不一样的。 OK， 那我们潜完了要上去了，所以潜完了第二潜，现在是午饭时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其实也是很心酸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我们讨食物吃，好像这个香蕉是我们给他的，里面的饭是我们收起来的，我们吃不完的东西他们也要，然后他们就会放进这个桶里面拿回家吃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喂鸡，也有可能是喂猪喂鸡啦，也是有可能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很少游客来了，所以他们更都要没有收入，更加难赚钱。我跟他们买了两粒椰水 support 一下他们哦。 Thank you。Thank you. 麻布 Paradise One, perhaps, alright.
maybe 6 rack. Yeah, a lot of turtle here. Crawfish. Sometimes you see ivory. OK, so 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潜了。在下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只海龟在往水面游，它可能是快要憋不住气了，所以要赶上去换气。OK 了，不要赶着它先。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第一艘沉船，然后看到这个沉船顶上有一只超大只的千年海龟精，但是我们一到呢，它就直接游走，完全没有再给脸。然后就带我们离开这个沉船，来到第二个沉船了，来考考大家的眼力先。你们看到这边有一只动物吗？看到没有啊？啊，有没有看到啊？OK， 换另外一个角度，再来一点灯光。哒哒，是一只 camouflage 很厉害的 frogfish 青蛙鱼。这个是 Julie 在用他的 torchlight 照一下那个 frogfish， 然后问我有没有看到。然后我就讲 of course， 然后他就讲是 frogfish， OK。然后我就看到 frogfish 这个 signal 好像在跳舞这样，所以我就跳舞。然后他看到了，他也跟着我跳舞。然后呢，我们在沙地中间看到这一只 Nubian branch 海兔。过后我就发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海底里面有这个 paintbrush 的，所以我就捡起来，然后跟 Sam 讲，哎 bro， 你的 gas tank 有点掉气，那我帮你补一补先。然后呢，我就看到一只 stingray， 所以我就追着它来拍，追了西北九。那这个就是 Sam 当时的视角。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又来到另外一艘沉船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个时候就在那边吐 bubbling。所以这个沉船附近呢，有蛮多东西看的，有很多这种黑黑的小鱼啦，有一只很大只的 trumpet fish 啦，有一群很可爱的 coral cat fish 啦，还有一只在秋泽的海龟。可是也是一样，一看到我们就马上游走。哇老耶，这边的海龟还蛮难洗的哦。最后就带我们来到这个沉船圣地了。这里有两艘还是三艘沉船，我不是很记得啊。但我们在看那些本本的鱼看到津津有味的时候，就行了。我们讲有 crocodile fish 鳄鱼鱼，所以我们全部都凑过去看，再考考你们的眼力先，有没有看到啊？ OK 啦，这边什么大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我拍这个。哒哒，那个就是鳄鱼鱼啦。但是附近有很多垃圾，我来喂，大家可以不要乱丢垃圾嘛，保护地球，人人有责，知道吗？知道吗？要上去之前呢，我已经讲要使用这个 DSMB， 这个是用来通知附近的船桨我们要上水面了啊，不要靠近啊，因为怕撞到我们，所以就是在教他怎样用。OK 啦，我们要上去了，拜。今天前往上。钱了耶、yeah. Thank you Joe. A few moments later. Yo everybody, 现在是晚上七点，晚餐时间。我们现在在圣伯纳这边附近逛逛，找看有哪一间店可以吃我们的晚餐。这一间叫 Reggae Good Vibes， 看起来好像不错。刚我在拍那个 cafe， 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讲，哦，你要上去这个 cafe 啊，他的 direction 在这边，我带你啦。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在带我们去，然后就会跟我们收钱了的啦。O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Only one ringgit. Try to do it, lah. One. Ayoh. Sam 呢，他就选了这个 vegetarian food， 选了一个面。文琪呢，就选了这个 old school grilled lamb chop 啦。然后我呢，就选了第一面的这个 biryani gum daging， 看起来很好吃，而且是放在第一面。是 ice cream 嘛、啊？好吃吗？哎呦，安吉吉。OK， 所以这个是 Sam 的 vegetarian noodle， 吃下 Sam。我不要你讲好吃还是难吃还是什么啊，你要给一个很 elaborated 的 review 啊。它是黄面来的，我觉得蛮喜欢这黄面 ，OK。如果太多 OK 哦，少少辣这样 OK。OK， 十颗星有三颗星，真是不好吃。没有，因为人家是不会喜欢这道菜的。它有很重的碱水味噻。哦、然后你喜欢的，可是我是不抗拒。他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他 prefer 这种很有碱水味的黄面多过 spaghetti。文琪的 lamb chop 看起来不错，这个酱有一点水，而且它有一点甜，我不喜欢菜里面有甜味。羊肉本身 OK 啊，蛮嫩的。OK， 现在是这个 YouTuber Jay 吃他的 nasi biryani， 好、yummy yummy， 第二口来吧，这是牛肉，Yummy 请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怎样 ？Review 一下。不说十分，我会给1.3分。第一，我们之前讲这个饭，这个饭很硬，这边不喜欢吃软饭。第二，这个牛肉好像在是 chewing gum 这样，我现在还在 chewing 的。看起来是很好吃，卖相是100分，可是味道的话，真的是只可以给1.3/10。有，我们先回到了我们的酒店了。刚吃完晚饭过后，我们就去这边的超市来买一些零食了。
就是富人妻子的那一对。因为在船上他们 provide 的那个午餐的那个饭实在是太硬了啦，所以没有办法，我们打算带一些零食自己拿去吃。明天一大早呢，打算去这家酒店 provide 的 breakfast 吃早餐。对，其实这个酒店呢，它是有 provide breakfast 的啦，可能之前两天呢，我们都懒惰不想起来吃，所以都没有去吃啦。所以明天我们想早一点起来，然后去吃它的 breakfast。 OK， so 就这样啦，今天 see you tomorrow， bye。So hands up, I want to kiss you. So this place is smooth down until probably 30 minutes. Don't go. That said is manta point, but I'm not promised there's a manta. Hey, there's a manta. Sorry. 很像会自己动的花瓣这样，这边一直开关开关，看有一点隔离的，其实就是应该是开始无聊了啦，所以他就开始用他的 bubble ring 来射我的相机，射到显了呢，他就射鱼，你看趁那条鱼背对着他的时候搞偷袭我，结果还射不中，这条鱼肯定是一脸懵，我还加入他们的队游了一下，想融入他们，可是他们不理我，还越游越快，我也不知道这个 Sam 是懒惰穿起来啦，还是要耍帅，反正就是这样拎着他的 BCD 还有 gas tank 游了一段距离才舍得穿回起来的 ，Sam 就直接扎住了的屁股，害到他往前甩了一下，看到他不太有反应 ，Sam 就再用他的叮叮棒，按赞、订阅、分享、订阅、分享、分享，所以按赞、按赞、安静、按赞、安静、按赞、安赞、点赞，我不要。